现在知道我奶油血弟子的厉害了吗？奶油血弟子就是碰一碰就会弄到你满脸奶油，是整人十八最凶悍的整人攻击性武器之一啊，怕了吧？嘿，奶油就吓得倒我吗？是昨天的啊。说好怕的，没有人叫你害怕啊，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吓倒了，哈哈哈！你们看看你，我今天要让大家知道，我才是整人界的第一高手，你受死吧！去，记住，停呀！无敌整人枪，啊！香蕉，停。遥控电流香蕉，一按开关就放电，对着他秀躲，相当主流派的整人武器。十大杰出青年奖，我觉得自己高大英俊，艳师妹是个贤妻良母，两百块最聪明，胳膊肌肤，头发最长，海山东东最不爱打的。啊，拿错了，是谎言豆沙包。混蛋！惭愧棒棒糖，惭愧棒棒糖，吃了会让人给生前所做的错事非常惭愧，是整人武器中的极品。啊！我错了，我好惭愧啊！我九岁就偷把人洗澡，十二岁就去摸摸茶，十三岁搞到自己是化瘤病，十五岁我把我老妈卖去菲律宾当佣人啊！是，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好事啊！我还搞同性恋啊！真的。还是整人界的第一高手。